2024年3月27日至30日，在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上，温州文旅带着丰富而独特的旅游产品和特色线路精彩亮相，带领上海市民邂逅一段山间湖海奇遇之旅。温州以诗画山水温润之州为主题，通过展示欧窑瓷器、非遗文创、旅游线路、美食小吃等温州文旅元素，发放相关宣传资料，全方位呈现温州丰富文旅资源。质朴大气的欧窑制品平阳漆器、平阳芝麻软膏引得观众纷纷驻足观看。展会期间，温州还组织了以温情之约、互动你我为主题的旅游产品推介会，邀请上海业者体验温州特色旅游线路。温州文旅推介官朱晓杰带来了山江海、文泰洗心养肺疗愈、山海田园自驾等特色线路和美食推荐。杭温高铁计划今年6月通车，届时温州与上海之间的高铁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。以此为契机，温州向上海市民游客发出邀约，盛邀大家实地探访温州之美。